主治医师好。对第一次上实习课的学生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认真负责。是是。小林来接啦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谢你啊，谢你，谢你啊，阿坤啊，你上车，阿三啊，你管你妈妈，我坤娘上阿桥都来，对啦，进来进来。阿坤，我袂放心啦，我袂去。我甲爸来去就好啦，你留喺厝内顾囡仔，若有甚物代志，我会打电话转来。进步，出来麻烦你叫我。好啦好啦，紧紧，阿坤，我来紧打电话转来哈。好啦好啦，恁去啦。阿婶啊，啊徛较慢咧咧，啊看安怎吼，都要紧敲电话转来哦。好，阿亮，来，听话哦吼。这电话我看。哦。徛这还说你啊？我知啊。真无麻烦你哦。会记敲电话无？咱要先卡一通电话代表大兄无？哎，唔免啦，你妈的朋友也毋是头一摆送病院啦，你靠伊，伊有法度甲你斗相共用。我再讲啊，你妈上扯咱哦，卡袂着就卡电话去台北啦，啊，互恁大兄顶面咧烦恼东烦恼西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这一边妈的情形甲之前拢无共款呢。唔免烦恼啦，顶面等医生出来看安怎讲。爸，爸，即摆安怎？佮伫面内面来急救啦。小五，你来啊，文娘嘞，谁照顾？进步会到顾啦，我烦恼妈。爸，咱来打电话大兄无？大兄是医生嘞，有伊伫个哦，咱会较安心啦。等伊都也袂病也袂啦，啊，一个实习医生是会当做啥嘞？只要我伫个啦，恁大家拢免烦恼啦。不过爸，我感觉咱还是打一通电话去台北大兄，安尼较妥当啦。嘿啦。好啦好啦，讲话较细腻啊，唔通我后边讲嘞，讲到让恁大兄紧张嘞。好啦，这我知影。像是患者的家属。医生，阮拢是啦，啊，我妈即摆啦。伊的病情已经恶化，阮会尽力甲伊救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有心理准备哦。别哭啦，今晚一定会无代志的啦，别哭。一定会无代志的啦。咱病院内面都出出入入遐尔侪摆啊，一定会无代志，一定会救得回来。找张一林吗？他现在正在忙，不方便接听电话。哎，哦，好，我会通知他。主治医师，什么事？去找实习医生张玉林。张玉林，你的家人打电话来说，你的母亲住进了屏东凤军医院。
那还有说什么吗？你的家人叫你专心工作，有事情的话他会再打电话来。我是阿坤啦，即马阿兄人伫咧台北，你敢要伊转来给你看？阿林，好好读册，照顾小弟，妈等你。要你请假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就在我读医学院要毕业的时阵，我的妈妈煞过身啊！我回去找路的，我的心都亲像沾了灰共款。因为我既然无法度见伊最后一面，伟成乖哦，唔好哭吼，来，唔好哭，来。细汉的时阵，出来较散食，若不是妈妈坚持要让我继续读册，我今仔日应该是留伫咧屏东伫咧做田，毋是做一个医生。假使我留伫咧厝内斗三工趁钱，妈妈都毋免为着我的学费拼到破病。即马应该是甲细汉的时阵同款，甲妈妈做伙伫咧田里做事。妈，你看，天顶的鸟啊，飞到我自由咧，我若是甲伊同款。包一对是啦，就好啊。你哦，就参像这个鸟仔同款，大汉了，是看头若大，妈就给你陪台北读册。妈，你真正要我去台北读册哦？因为去台北吼，你才会有前途。知影要安怎替阿花斗找弟仔囝啊？你哪会搁走出来？去去睏啊！加一个人吼，较稳当啦。妈，我做药啊，你有啉无？有啦，有啉啊，啊嘛较好啊。无用的啦，我已经答应爸要顾妹啊，袂当让妈来做啊。阿玲。而且你的人搁无爽快呢，你看。你看，阿坤替我穿的，伊新的衫，够有型，够真有范呢。
还佫有哦，你佮我做个顶起来帮手。你看，做啥款？做甲真好啊。那安尼，你着好心去睏啊。阿朋友，你明仔载爱上课，你先去睏，乖。我已经请假了。恁爸又佫叫你请假？这学期你已经请出一工安尼。不要紧啊，我的功课足好个啊，拢对会着。啊！妈，你看。真正有医生办啊！阿花是阮家的嫡母，是弟仔仔，是阮厝内底一件大代志，嘛是妈、我、阿坤，也佮有阿三，四个人上界欢喜的时阵。好啊，你阿坤在保温箱内底，轻轻哦。为着要甲阿花斗饲弟仔囝，阮常常规暝拢无着休困。也毋过，好佳哉有阿花饲只个弟仔囝，阮才有钱会当注册继续读册。上重要的是，伊予阮全家伙仔对未来拢有充满希望的感觉。多谢多谢，阿花多谢。来，两公司姐啊，好啊好啊，等伊正式就好啊。恁这个囡仔哦，一人三四五大，六只呢？无用几暗，才是六只。爸讲，同无爱是八只，才有算够。即马才是六只，爸一定会讲。敢会晓食，袂晓生。阿花，我白饲你啊，白疼你啊啦。辛苦的，明仔哦，我加用一寡好料，来给你补补的啦。花桥汤安怎？我就知影你上喜欢吃花桥汤啦。阿坤、阿三，不管阿花生偌济，咱拢替阿花甲只个弟仔仔拍鼓啊！好啊！来，你三个兄弟啊哦，替阿花啊生六只弟仔仔。妈妈，妈爱甲恁拍波啊！妈，你生恁三个兄弟，甲恁饲到遐大汉，你嘛足辛苦的啊！妈妈一点也特别辛苦，因为恁三个拢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阿呀，你是阿伟的医生，你嘛真辛苦啊！好啊，咱来洗手间，啊！妈。我若是做医生吼，你就唔免惊破病哦。
对啊，阿兄若是会当做医生，一定是上好的医生。好，以后哦，妈不管外辛苦，一定送你去银行院，让你以后做一个真正的医生。多谢妈。伊是阮爸爸，大家拢叫伊周的。平常时，伊靠卖菜、做刷工来维持厝内生活。因为厝内底环境无好，伊直无希望阮继续读册。上好的就是阮囝大汉斗三工趁钱，也毋过伊分口琴，实在是足好听的啦。会当干妈做伙听伊分口琴，是阮上欢喜的代志。妈，我听爸讲哦，你以前听见伊分口琴，就会走去因家家己看，后来阁讲无叫伊来呢，讲真实的。听恁爸咧后边讲。你徛遐在戆想啥啦？地坪也无够，紧写。哦。爸，敢会当换一条歌？我想要听。作戏的。上喜欢听的那条歌啊，作戏。虽然我唔知影我以后是毋是会当继续读册，也毋过我相信，我只要卖放弃，有一天一定会当甲电影仔共款，愈飞愈高，飞到天顶去，完成我的愿望。阿嫂，你昨昏到底是偷食偌济番薯啊？我袂记啦，我甲会记，我甲家己阿公阿兄的份拢食了了，阿花的芭蕉我嘛食一块哦。你哪会比阿花还佫较贤食？飞弟是欠来，也毋免食，你家己嘛就足济啊。我好啊，你豆豆放。二兄，我惊我的底片无够啊。我用两片就好啊，你有五片，还佫无够哦。我敢食歹巴肚啊。那呢，你爱等我转去摕哦。希望莫予爸发现，因为阿花即体才生六只，爸有淡薄仔无欢喜。若是予伊知咱伫咧遮无飞，一定会搁较生气。那呢，你也较紧哦，即有做一摆，伫咧咬我尻川的。好，你莫吵，先我想一个办法，袂予爸发现。啊，有啊。阿兄，你是安尼哭死啊？这是我甲阿兄的暗号，你唔捌啦？来啊！
唔敢用啦，我要等你回去厝帮我摕。你怎会安尼？把脚床翘起来。好啦，行，咱去抓水鸡。好。哦，阿兄，我爸够疼，我快要爬。嗯，那还袂好。哎，要去倒？那无我继续写。我已经写足济啊。咱恁几个啦，熬食熬放啦，食哦，无几工就无去啊，继续写。也毋过，我等下要上课呢。时间还阁早咧啦，上课。人阿坤甲阿三哦，透早就落去田咧哦，斗三工啦。也无听讲要上课啊啦，你先做大兄，唔知做一个好带头，唔通一讲到完哦，讲要上课哦，来做借口啦。继续。鞋比啥物棒啊？拢袂遮尔侪机器啊，搁袂到因，是毋是搁食歹巴肚啊？叫你做事咯，你就吵得要上课啦。我安尼一个外头哦，你就伫咪后壁咧耍啦。你安尼是变怎带你两个小弟咧？嗯？啊，这是啥物声音？无啊，无声。听起来敢若捌听过，啊？哎呀！阿坤跟阿三，伊两个记下惨啊！哎，哪会那么硬声啊？希望伊两个莫有霸掠着。阿三，手提给他提来了。爸，我耳朵就疼哎。疼，我连麦给你收落去哦。你都知影什么耳朵疼？妈啦，妈。进去啊。爸，我哪有毛病啊？是你家己讲，田里若无水，就爱去顶悬水源找看卖啊。我甲阿三嘛，就随去看卖啊。结果看到隔壁村的阿虎伯，伊用石头把咱的水源拆掉的。啊，阿爸，一定是你顶间赢伊赢伤多，伊唔甘愿啦。顶回安尼哦，甲会拍麻将，一直搞赢，一直搞赢。啊，这回佫冻坏残水。哦，后回若我拄着，我若无甲赢几百块啊，我都唔姓张啦。是发生甚物代志啊？啊？阿六爸叫我甲阿三啊去巡残水啊，啊要回来的时阵，阿三巴肚疼，就伫遐放啊。这个时阵，爸就来甲阮带回来，就是安尼啊。嘉欣，嘉欣哦，对了对了，阿爸相信你啦。啊，即马田里有水啊吼？当然嘛有，我甲阿三随动手，趁伊无伫的时阵，甲石头拢清甲空空空，顺便用伊的石头，伊也欢喜，甲伊踢倒转去。你安尼就对啊啦，啊？啊，阮办代志，阿爸，你安呐？
阿玲，三妈，你喏，都要教阿坤学哩，亲像伊这尔巧，出去外口才袂用欺负，知无？知。阿坤，囡仔人唔通学啥物以牙还牙，只要石头石头，甲搬走就好啊，唔通去破坏咱的厝。妈，我后摆袂安尼啊啦。好啦，我要来工地啊啦，今仔才比较临时的石头啦吼。阿玲啊，阿玲啊，代志做煞，带恁两个弟弟哦去菜园啊，啊教因哦安怎喷农药，知无？爸，明仔载敢会用呢？今仔日是拜日嘞，你答应过我，拜日甲拜四做完厝内代志，你就好去上课的呢。咱家的阿花啊，今仔生弟仔囝尔啦，恁妈妈都敢那顾遐弟仔囝，无闲死死啦。啊，你较辛苦嘞，老弟们厝内做事啦，吼。爸，明仔载才做啦。明仔载才做，迄菜哦，拢个菜塘拢食了了去啊啦。咱种田人哦，无菜塘收啦，无田塘种啦，巴肚是要食啥？那巴肚枵枵，你搁要读什么册啊？啊！我问你啊，是巴肚枵较重要，还是你读册较重要啊？爸，爸，你讲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答应阿兄的代志，你哪会晓反悔？哎，当然给你报案尔，啊那马子都翘起来哦。我问你啊，是我做主，还是你在做主啊？啊！爸，我安怎讲啊，你就安怎做啦。阿玲。即马带你两个弟弟哦，去菜园啊喷农药啦。爸，我叫你跳，唔免阿兄教，我就知影要安怎喷农药啊。阿兄，你紧换衫，去上课啊。乌白来了。阿坤哦，我甲你警告哦，那阿玲无伫哦，你甲阿三两个人哦，拢免去甲阿东着农药。阿玲啊，我叫你做，你唔听哦。爸，我今仔日早起是沈老师的课，爱早自习。我管你什么老师啊？你莫提恁老师来甲我吓惊哦。规庄仔内内面啊，老师哦，我全部拢捌啦，无人比我搁较歹啦。伊是阮学校新来的老师啦，伊对每只学生拢真严格，早自习就开始点名，袂当请假。我讲会就会啦。恁老师是查甫啊，查某啊？查某的啊。哼，查某的啊，安尼就搁较唔免惊啦。我即马就来恁学校。舅诶，莫遐尔激动啦。阿林哦，为做你阿妈。替阿花啊斗生囝仔囝，到即阵拢无好好休困。伊遐尼爱读册，你都好气嘛？我阁问你一句啦，是会用个请假，还是袂用个请假？爸，今仔日真正袂用个啦。啊好啊，我即马就来恁学校去评理啦。你拄仔讲啊，你迄老师姓啥？姓沈对无？我即马就来找伊。爸，你莫去找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伊若无你请假。咱就退下。爸，我一定要上课。好啊啦，阿玲，老师呀，妈会替你去讲，今仔日哦，先听爸的话，莫再搁在伊生气啊，哈。舅诶，作息的时间到，紧去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哦，你著乖乖踮在厝内甲我作息，我即马来去恁学校，为恁哦，遐校费哦，拢还袂拿完的啦。但是哦，无你请假。咱就办退学，是够啊！遐学费啊，也免了吧啦。阿兄，爸今天去找沈老师哦，那呢，应该有晚起啊？你敢会予沈老师骂？妈，是安怎？林爸爸吼，自细汉就唔爱读书啦。伊嘛足惊伊老师诶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袂去学校啦。伊这人就是安尼，讲话吼大声声尔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妈，我足够爱读册，你答应过我，要甲阿爸讲，以后我去台北读册。阿玲，毋通怪恁爸爸。恁爸爸虽然嘴是安尼讲，啊，毋过伊一直为着恁三个人诶学费甲补习费咧烦恼。啊，若无。我袂透早倒去工地去做事啦。妈，其实喷农药我甲阿三凊彩学就好啊。爸为虾米一定爱阿兄陪咱去？迄是因为……因为虾米？对对啊，因为啥？妈，你甲阮讲啦。迄是因为
恁爸爸少年的时候，有一次野餐的，迄人愤怒的，阿妈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嘴角全破，规个人嘛学袂人讲话。有鬼哦！当头白日讲什么鬼？阿杜，搁讲。迄个时阵，拄仔好有人经过田的，才将伊送去病院，救伊一条命转来。啊，不过自迄个时阵开始，伊就足惊爱碰农药这件代志。咱也拢无听爸讲过，爸遐尼爱民主，这么见效的代志，伊哪会甲咱讲？对对啊，爸常常讲，啥物拢免买，民主一定来啊。阿林，恁爸爸当然嘛不愿意让人知影这件代志，啊，不过田的石头总是爱有人做啊。我又阁无闲甲斗三工，恁爸爸有讲，三兄弟中，是你上顶真，运气嘛上好。阿林。只有你带两个小弟做一起，恁爸爸才会放心。因为伫个恁爸爸心目中，上重要的就是恁三兄弟啊，拢爱平平安安。好啊啦，肉早餐已经煮好啊，恁三个先去食食，我去饲阿花啊，饲饲的，我倒来过去工地找恁爸爸。好啊，食早餐，看妈这么辛苦做事，我是要怎跟她说，这次月考考了不好。阿花啊，哎，吃较济，安尼你的弟仔囝哦，才有恁好好吃。阿花啊，乖哦，恁吃，你看弟仔囝拢在吃恁啊。妈，你拄仔讲的，我拢知啦，是嘞啦，害你操烦啊。恁爸爸是不得已，唔才甲你讲遐个话，啊，你若了解就好啦。我知啦，要唔过妈，我已经几个月无去上补习班啊，暂时运动会会当请假。要唔过我若是讲唔去上课吼，我就真正对袂着啊啦。其实我即届考试全部拢无及格。你敢不是甲我讲，你敢考了真好？我，你奈唔较早讲的啦？他即摆是要安怎？妈，我爱带阿坤甲阿三去菜园啊。这几个囡仔，自细汉就伫个厝里斗三工，拢无法度好好啊专心读册。尤其是阿林这个囡仔，真想要继续读册，啊，不过厝内即卖经营，卖讲是补习费，含学费都交袂出来。可怜的囡仔，我应该安怎？我应该安怎做？阿爷，你甲李遐亲戚是要抓鬼哦？对啊，咱今安尼敢若抓鬼大师诶！啥物抓鬼大师？即是阮甲你讲过啊，保护三只物件，上来保护咱诶皮肤。搁有片面，咱直接闻到农药。啊，我看别人喷农药，拢免穿遮呢。迄是因哦，无注意家己安全甲健康啦。阿兄，我也无喷农药啊，只是徛伫个边仔看。是安怎？我嘛爱穿遮。就算你伫个边仔看，嘛爱片面风甲农药吹到你这边来啊。你若是闻到，就惨啊。今仔日的风哦，向东啦，
咱徛伫个风头，才来喷农药，袂当徛伫个风尾哦。哇，规矩这么济哦！无说你去披露农药，可能会无命呢。爸迄个时阵哦，会予人送去病院，无底脚就是无小心去披露农药所造成的。阿三、阿坤，爱记你阿兄讲的话哦。在。好，你稍等一下哈。九叔，你要找九哥，歹势啦，九哥卖上早班的啦。我唔是要来找九的，我是要来找你。要找我？敢讲九叔啊，我哪有兴趣要拍两枪啊？歹势啦，即卖内底客满啦，啊无安尼，你要来底先泡茶吼。唔免啦。是你顶界甲我讲迄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不要紧啦，恁三个做伙去，厝内代志有妈就会用的。多谢妈，多谢妈。阿三，紧的啊，要做伙快紧的啊，紧的啊，好啦。阿坤，快紧的啦，妹妹好啊。萁萁复萁萁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。阿坤，较紧个啦！阿兄，行者啦！是安怎无行大门？即摆行大门会去予老师抓着，咱爬为啥去？唔惊。您稍等一下。安怎？一下蚊仔拢无，安啦。那叫老师抓到嘞，袂遐衰啊！趁即摆孙老师还袂入去教室，咱先选入去，不会叫人计时到的。要唔过，莫要唔过啊啦，坚决袂去第一名。阿无，我先入去看好势，你听着我的暗号，你才入来。啊我嘞，你去校门口等，等我下课，阮就去找你耍啊。好。你找自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？老师，你不是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，见可疑追查到底。我看到这边有可疑的人物，我就过来追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，坏人不止一个，我势单力薄，我哥哥的头脑比较好，我就叫他出来帮我抓匪谍。我明明看到你翻墙进来，还有他。老师，我哥哥是好学生，他是从教室出来的，不是从外面进来的。你要处罚就处罚我，不要处罚他。你说他从教室出来，那为什么他的头朝里面，一只脚还在外面？说，你们是哪一班的？我去找你们班导师来。这么早，不要打扰他，他是我最敬爱的老师，是吗？张玉玲是我班上的学生，张玉坤是我帮黄老师代课的学生。
张玉玲，下来。他们上课迟到翻墙，被我抓到了，去操场罚站。我不要罚站，我要去上课。你还敢顶嘴？张玉玲，快回去班上找自习。沈老师，他们犯校规。学生来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读书，其他的下课再说。老师的话有没有听到？听到了。那你们还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？阿坤，快！他们怎么不穿鞋子啊？乡下小孩子就是这样子，上学爱迟到，不穿鞋子爱打赤脚。沈老师，这些小孩子难教得很，不严厉一点是不行的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帮阿花接生。阿花是谁啊？是我家母猪。那你应该在家帮母猪坐月子啊。黄少华。沈老师，出来一下。下课了。怪张宇身上老是臭臭的，原来是臭母猪味。老是不穿鞋，踩着猪屎来上课，臭死了！以后不要叫他张玉玲了，叫他魏猪玲。给我一份报告，说你们班上这几个月补习费总是交不起，有几个学生长期都不缴费，希望你能够去了解一下。我会的。哦，还有，刚才马导护老师跟我说，在围墙边上抓到你们的学生，这两个学生啊，操行本来就不好，希望你能够多督导他们一下，不要让这些害群之马影响到其他的学生呢。不，他们虽然皮了一点，但都是上进的学生。那就好了。靠台去，啥子啊你？你死你！啊！你哪是不相信？你还去问伊啊？我哪是讲白话？我叫你讲卡死！快枪抓捕了！枪啊！枪！滚！爹！喂！阿三！枪啊！爸，你袂才转来哦？妈，一直借好好你的呢。你哪有这多钱？
啊，就今仔买菜人多啊，我就赚较多啊。这是奶粉，女郎会去喝。奶粉，这一点很贵哦。老师，有没有钱还你？嚯、哦，你都唔知咧，迄蛋的哦，最近也贵也升啊。有影？嗯。嚯、哦，迄亏是来王家无吃无事啦。我都唔相信讲哦，你的亏会输伊啊。你若要当较好个，这两个囡仔的补习费都拖袂过啊。你是害了欧阳骗去啊！你戆查某人，